个红枣，我得尝一尝。接下来的任务呢？别闹，婉婉，别闹。学霸也会脸红啊。装醉。卢婉婉，酒量变好了，胆子也变大了。洞房这一刻，要不要补习一下？生日快乐，昨夜不知道某人听见没有，再补一次。谢谢。别蒙着了，我有礼物给你。礼物？剧本杀道具了。罗婉，你愿意永远和我在一起吗？像这颗陨石戒指一样，几千年几万年一直在一起。搞笑本的，但这也太喜庆了吧？谁家结婚吗？你难道会算命？二位姑娘等候多时了，选一个吧。啊，我喜欢蓝色的。啊，我得赶紧读本去啊。啊！悄悄骗我，我明明给你选了一个非常温馨的搞笑本。是我让顾乔安排的，
我想给你个惊喜。今夜就请你做我的。走吧，我的新娘子。幸运儿能娶到这么美的新娘，她必须帮她表妹过英语六级，才能配得上这份幸运。断绝血缘关系吧你。讨厌！一转眼，我们家婉婉也该出嫁了。你今天？时间不早了。哎，赶紧看剧本吧，这可是24小时的剧本杀。那个，你这个朱公生的病呢，要不还是找个专家挂号看看吧。